就在锦州市犄角旮旯胡同这里呀、演唱这家啊开了20多年的狗肉馆，20多年的狗肉馆太亲民了，小狗味真香啊。金大妈呀，咱家狗肉馆干20多年了是吧？20多年。哎呀，那20多年那也是老狗肉馆了。老狗肉馆。哎呀，老狗，咱家的狗全是农村大棒狗是吧？全是棒狗，看那大狗腿。Later。他家的狗肉啊，全是农村的大棒狗啊，兄弟们呐。他家还有特色美食狗肉锅烂，狗肉锅烂太香了。兄弟们，他家的小白酒罐是不远不近42度，正合我的口味。吃狗肉啊，我能不喝点小白酒吗？吃狗肉喝点小白酒啊，太好了，这小白酒都挂杯呀，兄弟们呐，一等。这是显出的朴大爷，迈着庆的步伐把他家的特色狗肉酱端上来了，太好了。金大妈迈着妩媚的步伐把他家的特色狗肉锅端上来了，他家的狗肉锅啊是四圈一大锅，太亲民了。金大妈又迈着婀娜多姿的步伐把他家的特色狗肉锅烂端上来了，狗肉锅烂能不香吗？兄弟们呢，兄弟们，俗话说得好，狗肉滚山滚，神仙站不稳，小狗肉锅啊上来了，他家呀还有特色狗肉锅烂，开灶狗肉锅烙真香啊，兄弟们呢，我是不撒谎啊。狗肉干白的馅真香。兄弟们，他家的狗肉锅量太大了，才40元一锅啊，里边全是干货呀，都是小狗肉的，兄弟们呢，太亲民了，里边还有豆腐，还有干白的香菜。吃小狗肉啊，就得蘸点狗酱啊，兄弟们呐，太好了，吹着吧烫啊，兄弟们呐。这玩意儿谁研究的呢？真香呢。Later。吃小狗肉啊，我必须喝点小白酒，小白酒就小狗肉啊，正宗。正合我的口味，不远不近42度。你过来呀、狗肉锅烙谁研究的呢？这玩意真香呢。锦州话来讲太逼了。哇哦！他家的狗肉锅量太大了。里边还有豆腐，农村驴辣的磨豆小豆腐啊，太好了。俗话说得好，狗肉滚山滚，神仙站不稳，小狗肉啊就俩字仨字太香了。这玩意谁研究的呢？兄弟们呢，就仨字太好了。这小玩意啊是狗身上最重要的部位，真香啊，兄弟们呢。最重要的部位呀、小味儿啊，挠挠的。喝点狗汤吧，兄弟们呢，小狗汤味美呀。俗话说得好，馋爱喝汤，闻到狗肉香，佛爷也跳墙。小狗肉汤太鲜了。我的天哪，好了，本期的美食就拍到这儿，喜欢炒饭的视频记得点关注，对今天开了20多年的狗肉馆有啥评价，欢迎在视频下方评论出来，也欢迎您点赞转发收藏分享，我们下期见。狗肉滚山滚，神仙站不稳，金大妈都乐了。金大妈为我的视频欢呼，为我的视频呐喊吧，兄弟们呐，就仨字，小狗肉太好了，拜拜，一定评论两个，小狗肉真香啊。